主恢复的清明上河图，乃是圣经所启示神永远经纶全景的描绘。以鸟瞰的方式，结晶的话语，丰富的内涵，便利的实行，帮助我们进入神新约执事的丰富。主恢复的清明上河图共有365篇信息，分为四个系列。第一系列，旧约鸟瞰，以旧约中的历史人物为中心线，描绘在神经纶中神与人连结的历史。第二系列，新约鸟瞰，以基督丰满执事三个重要的时期逐渐成名新约各卷书的重点。第三系列，24条重要路线，以结晶的方式用24条重要路线贯穿整本圣经，例如神的经纶、基督与教会、新耶路撒冷等。第四系列，主恢复的道路，包括神命定的路、教会治理的极重要原则、教会的历程等。这部主恢复中的宏图巨著已经上传至网络，您可使用手机、PC 端，随时便利地取用其中的丰富。愿主祝福您。